Hello， 大家欢迎到 Gameplay HK 啊！今次我 Leo 咧要同大家试嘅 Command Ladder 就系 OOO 啊！よし、よし、やるぞ！咁啊，试一般招式先，即系正方形制。首先系就咁正方形，三下嘅攻击啦。然后咧就系上正方。两段的攻击，不过咧就连续吉好多下，然后再嚟勾多一嘢嘅。然后咧就系下正方，一嘢兜上天。我可以连续啊。之后咧就系跳起嘅时候正方形啦。咁同喺地面一样啦，只不过变咗喺空中啫。然后就系跳起嘅时候咧下正方。咁啊，適合攻擊咧係一啲空中嘅敵人啦，打翻佢落地下。咁跟住咧就係試三角形啦。首先係就咁三角形，咁就係三個都係昆蟲嘅硬幣啦。我唔記得咗邊三個昆蟲啦，我唔記得咗已經。咁咧就可以有50条友走出嚟打嘅，但係咧呢一度咧陣係拉打 kick 嗰下咧，先至彈嗰5条友出嚟，仲要係好似唔夠數嘅添。試一次先啊！好明显系唔够数噶啦，然后咧就系上三角形啦，试一次俾大家睇下上三角形，穿过三角圈勾一嘢，然后咧就系下三角，呢个系超重型噶啦。我唔记得大笨象同埋加星星定乜嘢啦，唔记得咗啦，已经太多啦，实在啲形态多到真系记唔到啊！成119种，点记得晒大佬？然后咧就系跳起嘅时候三角形啦，咁就系拉拉机啦，呢一个系章鱼加电鳗，另外一个唔记得乜啦，好似鲨鱼啊，唔记得啦。总之系水形态嘅拉拉机。咁另外咧，当你按实三个人呢，咁大家见唔到佢个手呢係会储緊气嘅，咁就会拎把刀出嚟斩一下嘅。嗱，试一次先啦，储满气再斩，斩一刀，然后就係 R3 啦， R3 呢就係转形态嘅，咁就係鹰加孔雀加唔记得乜嘢啦，永远都係记唔到第三个嘅我，係啦。咁啊，试下啲招式先啦。首先係就咁正方形，四下嘅攻击，然后咧就係到上正方啦，两段嘅攻击，然后咧就係下正方。哇！呢招要远少少啊！孔雀开屏啊！一招远攻嘅招式，个孔雀大到睇唔到敌人咁滞。咁啊，试下好远啦，角落头打角落头，睇下打唔打中啦。哎，揿错掣添，唔好意思啊。嗱，角落头打角落头系打唔中噶。但系咧近翻少少呢啲咧就应该打中啦。哎，打到噶，但系佢唔食咯，系食啦，终于都。然咧就系跳起嘅时候正方形啦。咁同喺地面嘅时候一样啦，只不过变咗系空中。然咧就系跳起嘅时候咧下正方啦。然后就系试三角形，首先系就咁三角形，咁呢招要好近啊！然后咧就系上三角啦，
兜嘢撞埋佢啦。然后咧就系下三角，呢招咧打佢打唔打佢唔会跌低嘅，打唔低佢嘅。然后咧就系跳起嘅时候三个人啦，就系必杀嘅一种啦，只脚开咗个爪出嚟啊！我记得动画里面是发光的只爪，呢度冇喎，只牙系发光的喎，呢度系神色的喎。咁啊，呢一个形态咧系有滑墙的功能嘅，就咁揿系冇用嘅，要揿两下交叉，咁就会滑墙噶啦。咁当然啦，系越飞越低的啦，话明滑墙啊嘛。之后咧就系最终的形态。呢、這个恐龙的形态啊，唔知角龙加暴龙加咩啦。咁啊，试下啲技先啊。首先系就金正方形，三段的攻击。然后咧就系上正方，两段攻击。然后咧就系下正方。一嘢拍翼拍走佢啊！然后就系跳起嘅时候正方形啦，咁同地面嗰阵时系一样啦，只不过变咗喺空中出啦。然后就系跳起嘅时候咧下正方啦。咁都系适合攻击喺一啲空中嘅敌人啦，一嘢打翻落地下。然后就三角形啦，首先系就咁三角形。揾条尾嚟食佢啦！跳咗上张凳度添。然后咧就系上三角啦。然后咧就系下三角，咁就结冰啦。咁冇适合咧，就系结完冰之后咧，对佢再进行攻击啊！封锁顶嘅行动，然后再攻击，然后咧就系跳起嘅时候咧，三个人啦。咁一樣啦，佢咧亦都有一個滑牆嘅功能嘅，因為有翼嘅關係。動畫裏面咧就識飛啦，呢一度咧就只能夠滑牆啫，始終係 game 啦。因為最後咧就係是必殺技啦，咁就係招遠攻嘅絕招嚟嘅。好，而家就实战俾大家睇一睇咧 ，O.O. 战斗嘅时候咧系点样样啦。よし、よし、やるぞ。
決めないとまだ。今条片就嚟到呢度先，中意就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，下一集再继续同大家咧试下其他嘅 Kamen Rider， 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